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现在呢，我又到山上了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身后呢就是雪山啊，非常的美。太阳呢已经下山了啊，天空中全是乌云啊，对面还可以看得到，有点那个亮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晚霞了啊，看，美吧？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雪了，看到没？这个位置呢已经在开始下雪了。今天晚上不知道会不会下雪啊，二娃呢泡水来了啊。哦，胡阿开水辛苦了，今天没有恁哪个交警的上半天辛苦了，就是那个红的是大些大的啊，就是我们这风太大了，雪雪的。哇，我们姑婆已经开始炒菜了啊，在做饭了。这里全炒的是腊肉啊，你看，这里呢是筋肉，这个是鲜猪肉啊，筋肉。今天姑婆家呢在请人啊帮忙种庄稼，所以说弄了特别多的好吃的。看啊，这个腊肉全是瘦肉，炒辣椒，想吃吧？看着就是美味。啊，我们舅妈他们是帮忙的啊，今天帮舅他们，现在呢来吃晚饭来了啊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。看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姑婆家的腊肉啊，这么多，看到没？这边还有，看，太多了，你看，这些肉够大吧？这个才是好东西啊，看到没？香肠，香得很哦。看着都流口水。啊！看啊，煮了一大锅的这个馒头，这里呢还有香肠，这个是香肠啊，哇塞，巴适的很哦。你看我们这个表弟多勤快啊啊！今天受这个疫情影响，也没出门啊，就在家里帮忙种庄稼啊，人都被晒黑了。好的，这个芹菜肉丝，嗯，不错。这还有一大盆的这个我们这里的野生菌啊，有鹅蛋菌啊、杉木菌啊这些啊，还有杨柳菌，炒着吃非常好吃。好，我们这个干菌子啊，还是掺点水这个煮一下。这样吃的它更软一些啊。吃饭喽，上菜捡馍馍喽。啊，下面还有好多土豆，还有锅巴，这是个锅巴安源吧？哇塞，全是锅巴。熟了以后，这个就焦了。看一大堆的菜，现在捡的是土豆馒头，就可以开吃了。哦，还喊上臭孩子。那不是，不是，他往这掉下去，你们他咋个去掉？咋的？他不搬机，他抽身。